家好。嗨，来到这个地方，口音都变了。今天是 VCOM 的第三天。其实说真的，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三天啊，从刚开始完全不知道 VCOM 是做什么，到现在，它其实有点像是听一些在 YouTube 上面的成功的人。他们分享他们的经验啊，然后他们用的平台啊之类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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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那说真的，你知道 VCOM 的由来吗？ VCOM 的由来我记得没错的话，也是几位 YouTuber 然后他们自己找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的，然后想要举办一些就是分享会，结果我没想到分享越分享越大，怎么变成这样子，就变成这么大一间，全部人都在分享。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好，你知道吗？就其实就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可能向往着这些 YouTuber， 那他就会想要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也有可能被影响，然后就成功了。你知道在听说 VCOM 接下来可能会到亚洲去，可能会到澳洲的样子。 对，然后到时候去澳洲其实就会比较近一点了，虽然还是要飞很久，但是其实相对的飞到这边会近很多，而且时差也没那么久。所以你觉得你这一次我们被选中的孩子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真的还蛮值得的，因为至少来看一下，就是虽然国内国外的这个 YouTube 环境不太一样，不过我觉得我们算是来这边听到了很多其他国家为什么他们的人可以这么多的一些原因。而且我还看到了好多好多 YouTuber 跟妹子呢。你有最喜欢的妹子吗？最喜欢的 YouTuber 有，我来的时候啊，我本来想见到 Rooster Teeth 的Graven， 然后还有一位是 Preston， 他是玩 Minecraft， 另外一个一样是玩 Minecraft 叫 Jordan。 今天我们有机会可以见到 Jordan。 今天有他的演讲对不对？今天有他的演讲，那我们就是我来VCOM 唯一一个还没有见到的 YouTuber。 我剩唯一了，剩唯一了，我列了大概七八个全部都见到了，甚至有一些不在我的名单内我还是遇到了，像是 Hajime， 像是 Rooster Teeth 里面的Jeff， 意料之外的一些人，意料之外的，而且 Jeff 超级亲切。 Jeff 是我第一个认识的 YouTuber， 第一个看到的。这我听说过，好像是你高中的时候，国高中生的时候，对，那时候你好像有在看他的影片。好久之前，那是我第一个看的 YouTuber， 哇，所以真的很久，还蛮兴奋的，而且跟他讲到了一些话。他说他来台湾的时候，他会来找我。我们要带他出去玩的意思吗？Oh my gosh， 我有遇到一个我还蛮喜欢的 YouTuber 啊 ，Mike， 就 Mike， 对对， yeah. 他是一个阿卡贝拉的，做音乐的，真的很厉害。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昨天看到 party 的时候，我们有看到 Mike， 对，然后还有他的小孩，还有他的老婆，很可爱，他小孩超可爱的，他的小孩不到一岁，超可爱。所以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跟我们来之前的想象什么想象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以为这个是怎么讲，有点像是E3展的东西，可是它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它有点像是听讲座，有点像上课，你要自己排课表，然后大家一起去上课。一楼比较像是台湾的以前的电玩展，今天台湾电玩展已经快变成手机展了，所以它有点像是台湾以前的电玩展，很多 sponsor， 很多厂商会去那个地方宣传。那它其实范围很广，从 Instagram 到你能够想到的社交平台啊，连巧克力 MM 都有。对，所以其实还蛮不一样的。第一层楼是给大家可以去的，第二层楼是 creators 去听讲座的，然后第三层楼是我们上。我觉得他们办这个 VCOM， 我觉得重点是要告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因为很多家长真的是带小朋友来这边算是参观，他是要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这些成功者他们是花了多少的努力。像我们这几天听下来，其实他们都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keep going， 你必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且要一直做，不是我一天就可以成为名人，没有，绝对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像是 Jack Stepp Guy 他曾经说过，就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最受益良多的是 Jack Stepp Guy， 他说了一句当你遇到 haters 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应对他，怎么去面对，然后怎么调适自己的心情。然后最感动的片段是 Markiplier 那一段，他们那一段是在讲 gaming for food， 就是为了食物而玩游戏。他们是在讲慈善，就是慈善募集，就是他们 live stream 的时候就做慈善募集，把观众就是募集来的钱然后全部捐给慈善机构，还蛮酷的，这个非常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台湾可以有更多更多这一种有关于慈善的一些游戏。我们是不是回台湾的时候应该来一个就是慈善的 live？ 我觉得还不错哎，真的不错，走。不过我们要选对慈善机构。游戏慈善大会，任何人只要拥有100万就可以参加。
probably be a combination of wanting to talk about like more behind the scenes, because usually on my channel I have like a lot of younger viewers too that are like, I see old people in the back like, yes, stop making videos for 4-year-olds. 接下来这一场演讲呢，会是我们在 VCOM 的听的最后一场演讲。嗯，然后里面有一位你很喜欢的，也是 Gaming。嗯哼，应该是说我今天为什么要来的原因，会有来一位叫做 Jordan， 大家知道他的名字叫做 Cotton Sparkle。那等一下，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他说到话，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我认识 Jordan 啊我认识 ，Michael Jordan， yeah。刚刚没有跟 Jordan 说到话，好可惜哦。我已经很努力了，你知道太多人想见他了，而且他好像他要去别的地方，有点难过。我们接下来就要离开 VCOM， 我们差不多完成我们在美国该做的事情。接下来呢，我们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做，就是把明天的 Disney 玩好。我觉得收获其实有一段还蛮完满。Hi。Hello， 可以给我们签名吗？可以啊，我绕过去，等我一下。遇见粉丝哎，哇哦 ！So do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to fans in Taiwan? Yeah, of course. I would love to take the badge off so I look more fashionable. It's we're already ready. Look at it's already on. Hi everybody. Hey, what's up, dude?Is it part of it? No. How do I do it? Da ja ha. Da ja ha. You're great. Da ja ha. And da ja ha. It means hello guys. Yeah, hello guys. And I love you is 我爱你们。我爱你们。Great. Da ja ha. 我爱你们。我爱你们。That.Okay. And as always, thanks for watching. Yay! Yeah, thank you, Taiwan. Thank you, Michael. Thank you.
大战里面那个尤达大师 Q 版。连在一起的，它是什么？啊 ？What is this？ Yeah, it's a pillow, so it's either it's a pillow. Oh, oh, it's a pillow. 是一个枕头。是晨晨。这个真的超红的，而且超可爱，它有超多超多只迪士尼里面的东西。这个是那个什么虎，对不对 ？Tiger。跳跳虎。跳跳虎。小时候在看的卡通节目 Pooh Bear, Winnie the Pooh, 为小熊维尼里面的 Tiger。 Hey Max, Hey Max, Hey Max, 超可爱的。 Hi, I'm your prisoner or something, something, helper or something, I forgot. 你有什么症状？ Hey Max, 诶，他怎么会住在这里？还是被人遗弃在这里吗？还是我们要带 Baymax 回家？你家吗？带 Baymax 回家。他家住哪？我来寻找一下。我们找。我们今天任务，把他带回家。我们带 Baymax 回家吧。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找 Baymax。他家住哪？哎，这边很大哎。是那个什么车，对不对？会说话的车。那个是 Cars。知道这个真的很神奇的，因为大部分喜欢戴那个耳朵吗？嗯。然后他们有卖一款商品，是你可以把别人的耳朵变色。别人的耳朵变色，所以你可以买一支棒子，然后你走去游乐园的时候，你就会把别人的耳朵变色。哇、哦，好酷哦！我们都还没有看到 Baymax 白色的地方，所以应该在后面。哦，这里。哦。原来这里是他家。OK。他回家了。Baymax 终于回家了，任务成功。我们现在人来到了 Disneyland， 耶！等一下要放烟火，听说这里的烟火啊，每天都会放，而且一放就是十分钟，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把 Disneyland 的烟火带回去台湾，让你们看看。All right， 等等见 ，See you。如果大家还喜欢这集 Vlog， 别忘了帮我点个喜欢，并且订阅我的频道。我爱大家，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